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一款是在 Trader Joe 买的，它是属于中国产的柑橘，柑橘的果干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请我们今天的那个是模特儿吗？啊，小帮手，我们今天小帮手帮我们打开一下，可以打开了，可以打开了，好，来，请拿出一块试吃一下。不会开一分钟吧？加油！好，来试试看看。好，觉得感觉如何？好吃吗？会不会很甜？不会。啊，不会很甜。那有嚼劲吗？有嚼劲。好，那觉得？吃起来真的很像那个，那叫什么橘子啊？柑橘有像吗？有柑橘的酸味吗？不会很酸、不会很酸，也不会很甜。很适合当做零嘴。那你可以拿一片出来，我们看一下，然后让我们近照。哎，你不要动，你不要动。OK。所以你下次吃完了，下次还会再去买吗？应该会，应该会。好，那谢谢我们今天小帮手的帮忙，我还没吃。好，我等一下拍完之后我也要吃。然后那希望大家喜欢，谢谢谢谢，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拍片。那如果大家有机会去Trader Joe的话，可以买这一款那个柑橘，很不专业，我还没照。对，买，后面有垃圾，算了，没关系。好，那个柑橘果干来尝尝看。好，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。